神中国他们面对暴徒血泊长城，为了中国，为了人民，守山守水守边境，将那雄鹰一跃而起，赐那蒙古昼夜决心。面对暴徒血泊长城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守山守水守边境，将那雄鹰一跃而起，赐那蒙古昼夜前行。正义之剑心在手，威震八方好汉营，声声之名在心，放飞自由和平，万里春，万年刘红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你放在这个口袋里的。哦，哎，刘红啊，昨天下午是你接的电话吧？啊，刘红啊，可我听着你的声音有点慌乱。嗯，陈伯伯，您别问了，不好说。哼，不行，你得给我说说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有啊。哼，别瞒我了，你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，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。嗯，他来了。他？你那个对象？嗯。哦，刘红，他怎么知道家里的电话？哦，他去劳动服务公司查到的。嗯，刘红，这门亲事啊，你绝对不能答应。这个男人他太贵，你嫁给他要吃亏的。你就在我这儿好好干，到时候我给你找个正式工作，不要理他。嗯。哎，陈伯伯。这个世界啊，越来越复杂了，连乡下人也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你可别在意啊。嗯，在我的概念里啊，乡下人啊，过去都是直来直去的，没有那么多鬼点子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哎，刘红，几点了？哦，9:20了。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今天上午还有一个论证会呢。哎，刘红啊，来来，快快快，把衣服给我。哦，陈伯伯，来。嗯，这个。嗯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哎。配好了吗？好了，给。
谢谢，不客气。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别害怕，就要成功了。完事以后我带你去美国好吗？拿着。阿信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几点了？哦，12点了。注意窗外。哎，陈朗，你好。你好，陈朗，还不回家呀？要回去啊。哎，实验室还有人吗？哦，小陆还在。你那个大弟子啊，办起工作来不要命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陈教授啊，陈朗，你还没走啊？你还没走啊？啊，我这儿有个数据，你抽空再核对一下。好的。急吗？你年轻，当然不急了。可对我来说，一切都是急的。啊，快点吧，我得回去吃午饭。不在食堂吃啊？哼，食堂的饭菜啊，我实在不敢恭维啊。不敢恭维。好的，你慢走啊。
个问题啊，你可以去问张教授，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。嗯。哎呦，陈老，下班了。啊，好，你赶快去打饭吧。哎，去晚了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那几个数据可要抓紧点儿，知道吗？没问题。嗯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女儿有男朋友了。哎，谁知道成不成？哎，她怎么样？她不如你，是个搞实业的。拜拜。啊，今天家里停电，饭还没做呢。啊，没关系。啊，我来。现在有电了吗？啊，那我这就做饭去。算了算了，你就煮点面条，再打两个鸡蛋，多打点，要注意营养。嗯。找呢，怎么到您手里去了？你到过我的书房？没有啊。那怎么这个围裙在我书房里？哦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给您打扫书房的时候，不，你在撒谎。我的书房不用人打扫，你也并没有去打扫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不是保姆？啊，不，我是。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你根本不是保姆。哼！不，陈伯伯，陈伯伯，我，陈伯伯，你，陈伯伯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求求你了。你说实话，是谁陪你来的？陈伯伯，求你了，别去报警。那你去自首。陈伯伯，我真的不是坏人。柳红，你要说实话，究竟是谁派你来的？我。你为什么认父？我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要窃取我的资料？不，陈伯伯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什么都没拿。你拿了也没用，我现在要你说出你幕后的指使人。不，我没有指使人，是我自己。你
陈伯伯，外面有的是人，我只要砸碎玻璃。陈伯伯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是不会把我交给警察的，是不是？不，我会的。陈伯伯，我到您家来，一直老老实实的干活，我就像您的女儿一样，我求求您了。其实你真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会报告的。快告诉我，你在为谁服务？陈伯伯，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！我才二十几岁，我不能老死在监狱里啊！陈伯伯，柳红啊，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干这种事啊？快告诉我，谁是你的幕后指使人？不，陈伯伯，有些事情是根本说不清楚的。不行，你如果不去自首的话，我就砸碎玻璃。好吧，你来吧，你砸吧，你只要砸一下就能把我砸死。你砸。啊，现在对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告发幕后那个人。不，我不能。刘红，你想想吧，你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不，我不能。爸，只有我替你做了。陈伯伯，陈伯伯，陈伯伯，来。刘红，我回来了。
阿西，我不想一个人待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还是回那个小旅店去，你在那儿等我。不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我去见个人，马上就回来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小傻瓜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你呀，还是回到小旅店去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啊！陈教授，他的房间在哪儿？在楼下。走，请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好，是这样的。来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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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，别跑，咻咻。
说，在你背后是谁在指使？啊？柳红，说，我知道你的心不坏，可你再也不能为虎作伥了。你听我一句话，那个人是谁？坏了，他一定到生物研究所去了。生物研究所，快，我爸的研究成果。留两个人在这儿，其他人跟我走，快走。
抽支烟压压惊。李先生，你是受过训练的啊，别说不。开始我还弄不清你上楼的目的。是啊，否则我们没法甩掉那条警犬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敢为贵姓？贵姓？姓沙。沙蒙，你就是那个跟踪柳红的人。不光是跟踪柳红，我主要是寻找你。找我？是的，我这次入境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你。然后呢？然后弄清你的行动目的，然后就……哦，可你却帮了我。也许我干了件错事。谁派你来的？这你应该知道。我想知道究竟是谁。不可能是霞姐。哦，你就那么自信？是不是他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是萧金。不过李先生，我现在杀你依然不晚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不想让警察夺去我的买卖。沙先生，这不是真话。说实话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你。沙先生，我很感谢你的帮助。如果我们俩联手的话，一定会很不错。也许吧。沙先生，我是真心的，咱们……我最恨你这种小人，你对不起阮霞，他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是的，他连连失手的确不如你，可是你不应该背叛他。你不是也背叛了萧先生吗？哼，那头猪根本不值得一提。但阮霞和他不一样。当然我很欣赏你的才智。承蒙老兄看得起我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欣赏是一回事，你有些行为我却不能赞同。老兄尽管直言。你自视太高了，行动上似乎无所顾忌。李先生，不客气地说，这既是你的长处，又是你的致命弱点。沙先生，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。不，我不是一个怯懦的人，这个你应该清楚。当然，不然你不会救我。我救你是因为我欣赏你，我指责你也是因为我欣赏你。沙先生真会做人。做人？这我倒没想过。我只想提醒阁下一句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做老鹰当然痛快，而做老鼠也未必不是上策。好了，
花，我们就说到这儿吧，我们该分手了。夏先生，你不跟我一起走？一起走？好了，老鹰跟老鼠本应各有其路，这个容我再想想。沙先生，有些事情是可以解释的，比如霞姐。但愿如此，可能的话我还可以从中周旋周旋。不过我的确有些事情要办，纯粹是私事。再说了，我们分开行动对双方都有好处。这样也好，你现在就走？嗯，现在就走。我想咱们很快还会见面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多保重，保重我老兄。你给我说说，这大米白饭喂出什么东西？这不赖我。不赖你赖谁啊？赖我。算了算了，师爷，这不能怪二海，狗天生就不会爬水管子。就是。什么就是？这狗急了还能跳墙呢？我的猎豹不急也能跳墙，我应该训练它爬水管子。师爷，谁也别怪谁了，要怪只能怪咱们的对手太狡猾了。小二说的对，那家伙是我专门训练。都听着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，来自四面八方的议论很多很多。在这种时候呢，就是最考验人的时候，谁要是拉稀就趁早说话。这还像句人话？失利并不可怕，要给我挺起腰杆子做人，哪怕是天下下刀子。元儿，哎，你给我琢磨琢磨，咱们这警犬能够不能够啊练出点其他的本事啊？我就不信。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坦率地说，难呐。雅杰，嗯，你看他。是难了点儿，这不符合警犬的生理特征。行了，这事情已到这儿了，说什么废话也没用。你听着，市局已经盯上了所有的口岸，全力地抓捕那两个在逃犯，你要随时待命，连睡觉你都给我睁一只眼睛，懂不懂？那也太不容易了，这睡觉还得睡啊。命令就是命令，没什么嘉奖可讲。我陪着你熬夜，这对你是一次机会，也是一次挑战，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你崔二海不是个废物，懂吗？享受一生，沉默无语，互相支撑，眼里流动着真诚，爱穿透了生命的历程，无言
默地付出一生，让热血点燃太阳，以我习惯风雨兼程，用青春作证，青春作证，看东方绿洲。Cheers.